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请看《恶因恶报》这一章的参谤圣言，轻灵道德，侵灵道德。这句话讲的是对于圣贤人，他竟然会参照毁谤，对于有道德的人会侵犯，会凌辱，这些呢是完全是蒙蔽了本性，愚痴到极点的人他才会做出来，而知道圣贤人有道德的人，他的全心是为了天下众生，为了一切众生都能够离苦得乐。而他如果讥笑毁谤，甚至欺压侵犯圣贤和有道德的人，那他即使是违背自性，造作极重的罪业，这种人一定会堕阿鼻地狱。那圣贤包括儒释道三家，那个儒，你看孔子孟子，他们的教诲如果我们毁谤，我们讥笑，这个罪很重。佛是三界大师，人千导师，如果我们毁谤他，那么就是堕阿鼻地狱。那道家的圣人老子庄子，这些人都是圣贤，都是有道德之人，应该加以咁尊重，向他们学习，怎可以诽谤，怎可以欺压呢？咁包括呢度包括嘅圣贤人嘅教诲，我哋要尊重，所以攞经书，我哋都要非常之尊重，而因重心嘛，不过攞起身。双手这样表示尊重，如果我们对于经书这个随随便便乱地丢，这个就等于是参谤圣言。对于佛菩萨的形象，圣言是孔子孟子老子的形象，我们如果去侮辱甚至毁坏，这个就叫做出佛身血。佛现在不在世了，佛的形象就代表佛一样，我们看见佛像就如同看见佛一样，这个是纪念的价值。观其像如观其人，如果把它毁坏了，这个是十恶不赦的罪业，叫做五逆罪，出佛身血。好多人愚痴唔懂，所以报应就一定好惨。你睇下喺2001年，大家都知道，3月12日，阿富汗嘅呢、这个前边即系呢个上一届嗰种领导班子塔利班，佢嘅领导人一声令下，就把流传了1500年的这个佛像，是一个很大的叫巴美扬大佛，炸毁了，炸成碎片。1500年来这个佛像道化了多少人，它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佛教的
成績啊，喺阿富汗，結果咧俾啲塔利班啊，佢哋炸毀咗。炸毀呢個人嘅主謀係塔利班嘅一位即係呢個本拉登啊，佢嘅高級助理啊，叫做奧斯馬尼。咁呢個人係啊，又恐怖組織嘅一個頭目啊。咁佢做咗呢個罪業啊，結果咧佢嘅下場係點咧？喺2006年12月23號嘅時候，阿富汗駐阿富汗嘅美國軍隊啊，偵察出呢個佢哋嘅呢啲頭目所在地，結果咧派遣飛機啊進行空襲啊，就把呢個奧斯馬尼啊呢個恐怖主組織嘅頭目啊當場炸死咗啊，所以佢炸佛像啊，佢嘅驗報就係被炸死啊！你睇下報應啊，先幾多年啦啊，冇幾多年啊，咁佢驗報啊都咁慘。来世我哋知道啊，一定系堕阿鼻地狱啊！那个《法华经》上面讲，佛像功德好大啊！那个如果人啊，哪怕以散乱心啊，以一朵花啊嚟供养佛像啊，佢唔系好真诚啊，佢就散乱咁样一个心啊。依家大部分人都系咁啦，散乱心啊，以一花供佛。啊！呢种人啊，慢慢就可以见到无数佛啊，将来啊，佢可以啊，如无数佛啊，受教化。如果有人礼拜啊，合掌啊，甚至啊，举一只手啊，稍微耷下头啊，表示对佛像嘅恭敬，呢种人啊，就可以亦见无量佛啊。渐渐成无上道啊，可以成佛啊，广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因啊，叫金刚种子啊，种到阿拉耶识里面啊。阿拉耶识就是我们的第八识，是我们的本识。轮回呢，就这个是轮回啊。种到去这个本识里面呢啊，这个种子将来就是成佛的种子。所以你睇佛像功德几大，所以《地藏经》都讲啊，若有众生啊出佛身血啊，咁佛唔在啦，咁佛像在，佛像就代表佛身，炸毁佛像就叫做出佛身血，咁佢会点咧？啊，若有众生出佛身血啊，毁谤三宝啊，不敬尊经啊，啊，对于三宝佢毁谤。啊！对于经典佢唔尊重，亦当堕于无间地狱啊！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啊！所以真正明白因果嘅道理，点可能话唔恐惧呢？好，请睇下边一句：蛇飞逐走，法折经妻。再下边一句。前月覆巢，双胎破卵。咁呢四句咧讲嘅意思啊，系相连嘅。主要系讲杀生啊，杀生动物啊，杀动物嘅生命。蛇飞逐走啊，即系蛇杀飞禽啊，啲鸟类啊，那个天空上飞嘅。攞弓箭去射杀，啊！依家攞啲枪啊去射佢哋打猎，啊！逐走系追逐嗰啲走兽，呢个打猎啊！田月覆巢就系、是、法折经妻咧就系、是、挖掘嗰啲啊喺度瞓紧觉嘅啊喺度冬眠嘅嗰啲虫，折就系冬眠嘅虫。我哋呢个24嘅节气里面有一个叫做惊蛰啊，差唔多到啦啊，
春天之后就出惊蛰啦。啊，惊蛰就系呢个春天啦。啊，虫咧慢慢苏醒啦。啊，嗰时候就叫惊蛰。一般都打雷，打雷雷声啊，就惊醒嗰啲虫。啊，咁即系呢个，你把嗰啲仲喺度冬眠、仲喺度休息紧嘅，喺肚里边、喺嗰个洞穴里边嘅虫啊，挖出嚟。啊，覆巢即系把佢嘅鸟、嗰啲树上嗰啲雀仔、嗰啲巢啊。啊！啊！你个你惊妻啊，就系、是、惊吓佢哋啊！栖喺栖息喺树上嘅鸟啊，惊吓佢哋。要知道啊，树上嗰啲喺度休息紧嘅鸟啊，唔可以惊动佢。一惊动嘅话，可能就会毙命啊！呢、这个田月覆巢就系、是、田室嗰啲啊啊虫啊。蚁啊，嗰啲洞穴啊，把嗰啲鸟嘅啊巢啊啊覆盖佢啊，甚至咧搞坏佢，使到鸟啊不能够有栖身之地。嗯，这个你睇下依家啊，依家好少啦啊，古时呢、这个比较啊传统嘅时候啊，以前咧。一般人住屋企都好大啊，一般喺个门嘅前沿下边咧，都会有啲燕子嘅窦啊。如果啲细路仔啊，佢唔识攞啲竹竿去挑嗰啲雀窦，呢、这个就最最要啊。双胎破卵咧，就系伤害嗰啲啊胞胎啊，破坏嗰啲蛋。啊！嗰啲啊禽兽嘅蛋啊，特别喺呢个古人话春月啊，啊春天嘅时候唔可以去打猎。点解咧？因为春天咧正是啊走兽繁殖嘅时候啊，个肚里边有胎儿啊。你依家去打佢哋嘅话，咁就会伤害胎啦。啊，呢、这个系非常之不仁慈。所以这些呢啊都是讲的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一切的生灵啊都是有血气的。啊、我们啊应该好像爱护自身一样啊爱护他们。这样才可以跟啊大自然啊融为一体。啊怎可以为了自己的口福而去射杀那些禽兽呢啊更加唔应该为咗自己嘅嗰啲啊快乐啊去田月覆巢啊呢、这个好过瘾啊把啲虫蚁嘅窦啊嗰啲洞穴啊啊埋起身啊啲蛇鼠嘅洞埋起身把嗰啲动物啊啊鉴生啊逼死喺里边啊呢啲啊已经系失去咗天良。所以古时候啲人讲啊，啊，凡是啊子孙灭绝嘅人啊，都系因为佢前世啊嗰时候咧啊，倾覆咗鸟巢啊，破坏咗鸟蛋，或者系焚烧山林打猎，或者系抽干水塘嚟捉鱼啊，甚至系堕胎选子啊，啊呢啲人。他犯了天律，所以他呢会招致儿孙啊断绝的报应。我们说绝子啊绝子啊。啊所以什么事情啊都是有因果的。没有说偶然发生的事情。啊一埋是这一生做的恶业，一埋是前生做的恶业。啊这个断绝子孙的人往往是因为他有断绝子孙的行为。啊你断绝动物的子孙啊好像田月覆巢这些啊双胎破卵啊断绝动物的子孙啊就会遭到自己断子绝孙的报应。啊咁现在人啊更有甚者。唔单止可能做呢啲事情啊，佢唔觉得系乜嘢，
甚至要对自己嗰啲拖延啊，佢都唔会啊呢、这个怜悯啊。你睇个堕胎嘅人几多啊？我哋唔好讲其他国家啦，就讲美国啊。美国两亿几人口，每年根据统计啊，就有150万次嘅堕胎手术啊。即是讲每年150万嘅胎儿啊，在母腹里面啊惨死啊。嗰啲堕胎手术啊，医生系把胎儿从娘亲嘅母嗰个肚里面一块一块咁钳出嚟啊，捣碎咗之后钳出嚟。你知道胎儿啊，佢都已经有灵性啦啊。澳洲我哋睇一个例子，一个妈妈佢怀咗孕之后，可以同自己嘅肚里边嘅胎儿沟通，互相嚟用心灵感应，胎儿佢都有神识，佢都有灵魂，佢都有知觉，你把佢等于喺肚里边碎尸万段，跟住一块一块潜出嚟，你话佢几痛苦，本来系母子情深，都变成冤家对头。佢来世再找到你，佢仲唔系呢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未？所以喺美国根据呢个台湾辅仁大学生命伦理研究中心发行嘅一本叫做《蚕食的理性》理性呢本书里边呢本纪录片佢讲到话美国一个亚特兰大嘅一个私人诊所。一位男医生是专门做堕胎手术的。他说他每日做50至60个堕胎手术。他说有一天 他上了班之后，见到自己诊所里面已经排了一条长龙，都是年轻的少女来等待做人工流产。他那时突然间良心发现，觉得心里面颤抖他再都做不下去了，他说他想自杀他原先学医是为了为妇女服务的，但是现在竟然在这里屠杀生命所以他想自杀所以这些阴魂在他诊所不散，每日50-60个的阴魂，你想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些杀气几重就在一个手术台上杀机重重我们看见美国有位妇女就因为人工流产她带来这个身心的重创她因为在堕胎手术的时候那个做个手术不是很好结果子宫穿孔大量地出血搞到最后呢只能每日带着一个那些人工排泄袋，因为他的那个肛门已经没办法排泄只能是那个装一个这样的排泄袋排泄物就排泄在个袋里面一夜这样挂着有时出到去社交场面佢都觉得好尴尬，因为呢佢怕人哋听见排泄嘅声音，自己觉得呢非常之痛苦。咁医生警告佢，如果佢再怀孕可能会有生命嘅危险。咁仲有一位妇女呢，当佢做完堕胎手术之后见到医生攞住一个小桶，通常医生做完手术都要给你看看这个小桶里面装着刚刚钳出来那些小孩子的一块块尸骸血淋淋这样，还看见这个胎儿的头手甚至手指都看得见，当时看见这个就是我的仔这个妇女这个精神都崩溃了成日就想跳楼。所以伤胎破院
而家我哋睇下呢个人啊堕胎呢个问题啊，好大，好严重啊！社会点解会有咁多灾难、咁多天灾人祸啊？其实啊，好大一个原因啊，就系啲怨气太重啊！啲怨气喺边度咧？啊，你就母子之间、父子之间啲怨气就不得了啦！啊，堕胎啊！恩人都变成仇人，啊，仇人就仇上加仇，啊，所以你话呢个世界，佢点会有太平日子？啊，所以啊，你知道胎儿啊，绝对一定唔可以啊做人工流产，啊，呢个罪好重，啊，所以最好系防患于未然，啊，呢个节制欲望啊。啊，呢、这个咁样啊，能够保住啊一生嘅平安啊。好，请睇下边一句：愿人有失，伟人成功。呢、这个系讲啊，心地不正嘅人啊，常常怀住嫉妒之心啊，希望人哋啊失败啊。见到人哋成功咧，仲要加以毁坏，所以呢啲人啊，佢系冇一啲随喜功德嘅心，只会有幸灾乐祸啊！所以佢既然系幸灾乐祸，咁天就一定会降灾祸俾佢啊！因为心想事成啊嘛，佢心里边成日谂住人哋有失败啊。人哋有成功，佢仲想去毁坏，咁最后咧，你呢点心谂到最后成就咗吓，一切法唯由心想生，所以佢自己啊就难免有失败。佢即使成功咗，亦都会俾人毁坏。啊，呢、这个就叫做啊善恶之报啊，如影随形啊。恶毒嘅人啊，一定会受到啊天谴。好，请睇下边一句：危人自安，减人自益。咁呢句讲嘅系啊，当有危险嘅时候，啊，佢咧要人哋去承担危险，啊，只顾得自己啊安全，啊，呢啲苟且偷安啊，不顾人的死活啊。这种人的心啊，真的好像蛇蝎一样的毒啊！这个减人自益是减损他人的利益啊，使得自己逃离啊，完全是自私自利到极处，损人利己啊。要知道啊，这个天啊是很公道的。如果人我们真正有危险有损失，这个是命中注定的话，逃都逃不过去。怎会可能说把危险啊转移到人家，自己就得到轻安呢？怎可能说可以使到人家受损失，自己就得到利益的呢？这些是愚痴的人啊才会这样想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乐天之命，随遇而安，哪怕是泰山崩在前眼前，他这个眼睛都不眨下。为什么呢？因为凡事都有因果报应，哪怕即使我今天命尽了，我都会高高兴兴离开这个世界啊。咁样去諗，你话人心地几安呢？当下我哋个心就安啦，何必要寻找所谓安全嘅地带呢？而当我哋有危险嘅时候，仲要把危险推到人哋嗰度，以求自己嘅安全呢？呢一种心只会更加加重我哋嘅危机，加重我们的罪业。
所以受的报应一定更惨。好，请看下面一句，以恶亦号，以私废公。这个以恶亦好啊，就是讲是用不好的东西跟人家换好的东西。这些情况啊时有发生。你看小孩子一起吃饭的时候，这个好的菜他都想摆在自己面前，不好的菜他就会移开。都是以恶以恶亦好啊，亦即是换过来，就是自己想要好的，把坏的给人哋，以私废公，用一种私心来废弃公理，这些心态其实都是偷渡，占便宜嘛。占便宜就是偷渡戒，要知道偷渡戒啊，感应的果报啊，犯了偷渡啊，感应的果报呢是贫穷啊，以私废公啊，感应的是自己下贱 所以那个他以为可以以恶以不好的来换人家好的，但不知道这样一换起这种心，自己的命运就更加不好了他认为用自己的私心可以废除公理，但是公理怎可能废除得到呢公理自有天道公理自在人心想废除都没可能的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他要试试他会时时都检点自己我心里面是存着公理呢定存着私心特别是大是大非之前如果有私心那公理就不复存在了那罪业就会做得重了你看看大凡那个那个历史上的奸臣好像秦桧这些奸臣呢都是一种以私废公一念为自己一念一步行错结果就成为了千古的罪人受人唾弃好请看下面一句切人之能蔽人之善这个是讲窃取他人的才能隐蔽他人的善行人家如果有才能应该是彰显他甚至推荐他使他能够说为国家为社会为我们的团体来服务来建功立业怎可以说偷窃呢怎可以说隐蔽人家的那种 善能呢所以这些都是出于这个嫉妒之心这个嫉妒是心灵的肿瘤这个嫉妒如果不注意在它刚刚起的时候就把它去除这个越长越大最终就成为一个恶性肿瘤这个心就坏了这个报应就会很惨这个在孔子的时代就有一个这样的事情当时晋国的国君召见一个大夫叫做伯宗伯宗呢就前往晋国国君的途中呢就遇到一个车夫那就向这个车夫问你听见有什么消息呢有没有听见什么消息啊那车夫说我听说呢梁山那个发生了山崩这个塞住了河流所以呢水都不能够流通
而家咧晋军啊喺度想召见啊白宗啊，想商讨对策。因为个车夫唔识得白宗嘛，白宗一听，哦，原来晋军召见我系为咗呢个事情，咁就问啦，咁而可以解决嘅咧？车夫就话，其实呢件事咧系好简单，只要国军啊带住众臣咧去到个梁山啊去哭泣，去祭奠。咁河水就自然就能够流通㗎喇。咁呢个白宗呢就听咗呢个话呢，就见到晋军之后啊，就把呢个事情啦就讲出嚟。就讲俾佢晋军听。咁晋军呢就果然领住大众啊去哭泣祭奠嗰个山水山神。结果果然呢嗰个河水呢就能够流通了。后来呢晋军就问白宗啦，话你呢个方法系你自己諗出嚟㗎嘛。然后白宗就话系啊，系我自己諗出嚟㗎。咁呢件事情呢就传到孔子嗰度。孔子听住呢句话之后讲，白宗呢个人啊就快要绝后啦。因为佢窃人之能，佢偷窃咗人哋嘅才能。就抢夺咗别人嘅善行。咁后来白宗果然呢遇害身亡。咁佢嘅大夫嘅官位呀，因此就断绝咗。好，请睇下面一句。刑人之丑，揭人之私。呢句话系这个形容啊，显露他人的丑事、丑处啊，揭发人哋的隐私。每个人呢都可能有不足的地方啊，我哋啊都应该懂得包容啊，唔可以去张扬啊。人哋有丑处啊，特别喺身体上，如果系有残疾。佢一定係心里面觉得好痛苦。总係觉得好似低人一等。呢个时候我哋对待佢更应该多加抚恤，多加体谅。点可以甚至形容佢个丑陋，彰显佢个丑陋。呢个就厚道都损伤晒。咁厚道损伤咗之后，阴德就冇啦。揭人之私人哋嘅隐私我哋呢应该包藏。如果呢个隐私唔係话对呢个国家、对大局对人民有大嘅伤害，只係佢自己嘅啲隐私，我哋唔应该去揭发。因为揭发出来，他可能因此羞耻羞愧无比，甚至会寻短见。咁我哋就非常之损阴德啦。好，请睇下面一句。好人货财，利人骨肉。咁呢句话讲嘅係减耗他人的财物、货物和钱财，离散他人的骨肉。这些呢都是居心不良的人才做得出来。我们说是奸恶小人，他为了迷惑人或者是他想那个贪取人家的货物财宝或者引诱人哋赌博引诱人哋嫖娼，引诱人哋骚纵等等做呢啲事情为咗呢使到人哋家财送送可能佢就能够从中渔利呢啲係损人利己，读得极处。
咁利人骨肉呢係為咗一己之私，或者係對人嘅不滿，甚至要把人嘅家庭搞亂，可能係用語言嚟詆毀人哋嘅父兄，使到父子不和，兄弟不睦，互相咁樣去爭鬥，咁你就可以鱼旁相争啊，鱼拥得利啊，壳旁相争啊，你鱼拥得利啊，呢种啊都系非常之啊损恩德嘅事情啊。要知道骨肉啊、亲情啊，呢种系天伦啊，父子兄弟、夫妻呢啲都系呢、这个我哋讲系自然嘅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是自然的，叫做天伦。应该要哋人哋屋企啊，和睦。就算人哋有纠纷，都应该帮佢哋啊调解，使到佢哋啊重归好。点可以话为咗某种自己嘅私心啊，或者系自己愚痴而去离间人哋呢？离间夫妻使得人离婚，这个做大的罪业；离间父子使得父子反目，这个又是大罪业，都是不符合天理良心。现在我们看见很多律师，律师他们要知道为他的天职是维护法律，维护这个正当的社会秩序，不可以故意为了赚那些诉讼费怂恿人家去离婚打官司，这些就犯了罪业了。好，请看下面一句：亲人所爱，助人为非。这个只是讲侵夺他人所喜爱的东西，帮助人家去做坏事。人所喜好的东西我们看大部分呢都是家产啊、田地啊，或者是书籍啊、古玩啊、器皿啊、衣服啊等等啊，这身外之物。我们知道身外之物它始终都有成住坏空都是如梦幻泡影无所得毕竟空我们死那天什么都带不走两手空空而去怎可以去 有求有取之心呢如痴的人他只会为了夺取他人的所爱去侵占人家或者用暴力或者是用这个阴诈的手段来骗取这些就是这个不知因果将来的报应的惨。助人为非要知道人家如果做了恶事我们正直的人应该想方设法劝助他怎可以还要帮助他做坏事呢佛都说这个教导人家改恶修善演说正法教化众生叫做法布施能够令这个众生得到善报这个是无量功德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了讨好人或者是这个有一己之私为了私利助长人家的坏事这样的话自己跟他一样那么坏可能还要比他还要罪业深重
啊、我哋睇呢种人啊，佢都系唔会有好报、啊、我哋睇文化大革命当中，差唔多到后期啊，1975年嗰时，我哋知道文化大革命系1976年结束嘅、啊，打倒四人帮。1975年嘅12月年底啦，呢、这个时候四人帮咧。啊！呢、这个四人帮包括江青啦、啊、姚文元啦、啊、啊张春桥啦、啊、王洪文啊，呢、这个四人帮啊，佢当时咧入咗科学院里边啊，中国科学院啊，企图咧想啊呢、这个啊篡权啊，因为好多科学家反对四人帮啊，咁当时咧呢、这个。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骨干叫做刘中阳、啊、他呢就那个两次、啊、写信、啊、给那个毛泽东、啊、讲当时胡耀邦的坏话、啊、胡耀邦当时在科学院、啊、而且呢那个把胡耀邦 啊等人 啊革职啊，同埋拿出来批斗。咁啊，当时咧喺呢个首都体育馆啊，举行一次万人批斗大会啊，要批呢个胡耀邦呢啲人啊。咁结果咧，因为大家本来就对四人帮啊好愤恨啊，而且咧对于啊呢、这个刘中阳啊呢一种助人为非啊，啊助长四人帮嘅呢啲行径啊，都非常之愤怒啊。咁啊，所以咧会议上出现咧，当被批斗嘅人。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大家反而是热烈鼓掌、啊、当批斗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散了场、啊、万人大会呢变成空空如也了、啊、后来呢从这个科学院那些、啊、知识分子、啊、上街游行、啊、还写了一句话，写了一首诗、啊啊、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啊！咁样嚟呢、这个讲呢个刘中阳啊，话佢系妖怪。咁结果咧，刘中阳非常之愤怒啊，把呢啲啊作诗嘅人啊，同埋呢啲啊反对佢嘅人啊捉起身啊监禁。佢以为自己咧啊助人为非可以得逞。但是呢没几耐、啊、未到几个月啫，就粉碎了四人帮。咁、啊、喺啊呢、这个后尾啊11月5号1976年嘅11月5号呢，就又开咗一次科学院嘅批判四人帮嘅大会，把刘中阳啊把佢呢攞出来啊来批判啊，所以佢以前斗人哋，依家俾人斗、啊、最后咧被全部啊啊呢、这个开除一切嘅职务啊呢、这个啊最后咧啊呢、这个人就啊呢、这个终于 啊就落得咁样嘅下场啊，所以啊我哋知道啊助纣为虐啊啊助人为非啊，佢嘅报应啊啊好惨。好，请看下面一句，请自作威，欲人求胜。这个是讲任意地去、啊、作威作福、啊、用这个威势来欺凌他人、啊、通过侮辱人地来求得胜利，求得自己的成功。我们要知道啊，真正的正人君子啊，他是严于律己啊，宽以待人啊，对自己他是毫不留情啊，改过自身啊，不会姑息自己啊，对人哋呢一定是和蔼啊、所以古人都讲啊，对人呢如春风一样啊，对自己呢如秋风扫落叶一样
咁样啊，先系正人君子。而嗰啲小人啊，先会逞自己嘅威风，啊，作威作福啊，去欺压他人。咁啊，用侮辱佢哋啊，嚟求得自己嘅胜利，求得自己嘅威势。咁请睇下边一句。拜人苗家，破人婚姻。呢、这个讲系破坏他人嘅农作物啊，呢禾啊呢啲树苗啊，佢就把人哋啊败坏晒啊，破坏晒。但人哋嘅婚姻呢啊，佢啊啊呢、这个想方设法啦去拆散人哋。咁呢啲咧都系同天理不符嘅啊，不符合嘅。要知道农作物啊，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食啊。如果是败坏了它的粮食啊，啲农作物啊，就等于啊危害了人类一样啊。更何况话佢自己嘅屋企嘅苗家啊，呢、这个系佢赖以生存一个生计嘅来源啦啊。坏咗人哋嘅苗家之后咧，咁人哋可能会冇收成啊，结果咧可能会呢、这个受饿啊，所以啊呢啲都系唔应该啊。咁人哋嘅婚姻要知道啊，呢、这个婚姻啊，夫妻啊，呢、这个系天造就嘅姻缘啊。所谓天造就嘅姻缘就系、是。两个人啊，生生世世结落嚟嘅缘分，行埋一齐啊！不论系乜嘢姻缘都好，佢哋行埋一齐呢种缘分啊，我哋应该啊好好使得佢哋和睦，唔可以去破坏嘅啊！破坏人哋嘅婚姻，自己得唔到好报啊！好似我哋啊呢、这个上两讲讲嘅啊呢、这个一个铁路站嘅副站长啊。佢因为同一个女仔，一个嚟打工嘅女仔私奔啊，呢、这个女仔呢啊，佢等于系用自己啊呢种啊色相啊嚟引诱，结果咧使到呢个家庭破坏咗啊。咁佢哋私奔咗之后嘅果报都好惨啊！啊，男嘅有病冇办住工作，佢哋两个仲有个仔要抚养啊，结果呢个女啊。被逼又要跟另一个男人生活啊都好悲惨。我哋諗下佢呢一辈子都系泪水啊。所以绝对唔可以劝人离婚啊，劝人离婚啊的确造业好重。好，请睇下边一句。九富而骄，九勉无耻。九即是如果的意思，如果得到了财富了，他呢竟然是骄傲自大。这个财富我们知道是人前世今生财布施而得来的。这个都知道人如果修布施必定有财富啊，所以我们即使今生有财富都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啊，因为这件事人人都可以做到啊，只要人去布施去发布去财布施，他就会得到财富嘛。只不过我比人家早做一步而已，怎可以以此为骄傲呢啊。而且为富而不仁之人这个反而是可耻啊。所以九勉无耻是说这个不应该免除而
受到侥幸啊，呢、这个侥幸啊免除啊，嗱佢咧仲怀住无耻之心啊。咁乜嘢系呢个侥幸免除嘅咧？譬如讲犯咗过失，人哋唔知啊，啊，哦，自己咧反而啊觉得咧沾沾唔自喜啊，啊好快乐啊，你我做得错事，人哋都唔知道啊，无耻啊！啊！佢唔觉得自己做咗错事系无耻，认为系啊神不知鬼不觉啊！佢唔知道啊，自己已经昧咗良心啊！而天地鬼神啊，见到佢啊，都以佢为耻啊！咁当然咧，就会降灾祸啊俾佢啦啊！所以啊，应该常生惭愧心啊！啊，我哋做咩事？瞒得过人啊，瞒唔过天地鬼神，瞒唔到过自己嘅良心啊！所以惭同愧呢个系善法啊，佢哋帮助我哋啊，可以啊改过自新。好，请睇下面一句：应一应因推过嫁祸卖恶。这句话是说无应因德啊，推卸过失啊，对人哋有啲多恩啊，佢就不过应得好大；对人哋冇恩啊，佢故意讲到咧啊，自己对人哋有恩啊，所以要人哋咧啊报答佢啊，呢种心啊，其实就系贪心。一种偷盗之心啊，佢想啊人哋啊去报答佢，而自己犯咗过失咧啊，佢自己啊唔肯认错啊，反而要推诿俾人哋啊，要人哋嚟担当过失啊。要知道啊，即使对人哋有恩嘅，人哋即使唔报答我啊，唔知道我有对佢嘅恩德，我哋自己系变成咗阴德，阴德阴即系人哋唔知啊，呢个系积功累德啊，阴德先使到我哋真正有福报啊。如果系呢、这个佢报答我啦，咁我嘅呢啲善事都要即刻报咗啦，咁、啊、就唔会有福报流落嚟啦，因为人哋报答咗我啦嘛，福报已经现前啦嘛。啊！更何况话我冇对人哋有真正嘅恩德啊，咁要人哋报答我，咁我咪真系减损自己嘅福报咯。啊！呢、这个自己有过失，应该承认，向大众承认啊，发怒忏悔啊，点可以隐藏自己啲过失？咁啊，变成阴恶啊！阴恶咧系最损恩德嘅啊，所以你睇下啲人突然间子孙。佢会啊变呢、这个呢、这个会死尽啊，家庭家破人亡，无端端嘅呢啲系咩咧？可能系某啲地方损咗阴德啊。咁啊，嫁祸于人啊，啊嫁祸卖恶就嫁祸于人啊。呢、这个有啲咩呢个唔好嘅事情啊，就讲系人哋做啊，嫁祸于他人。啊！推卸呢啲罪恶，啊，巴丁莫卖俾人哋，啊，换取啊啊自己嘅功劳，啊，或者换取自己嘅安全，啊，呢啲啊都系自私到极点啦，啊，咁而天对佢报应啊，始终会归到佢自己，佢所嫁俾人哋嘅祸患，卖俾人哋呢啲恶事，通通都会转到佢自己身上。所以天道好玩啊！好，请睇下面一句：沽买虚臾，包储险心。呢句话讲嘅系买卖啊，沽买即系买卖啊，买卖虚假嘅名誉啊，那个包藏住啊阴险啊，那个毒狠嘅呢啲心。
要知道啊，我哋嘅名誉啊，系实至名归嘅啊。真正有咁样嘅行为德行，人哋先对你有咁样嘅赞誉啊。有咁嘅赞誉，都要好似前面所讲嘅受宠若惊，点可以仲要去买呢个虚誉呢？啊，你睇下依家好多做慈善嘅人啊，个心系咩呢？沽买虚誉啊，买一个慈善家嘅名啊。啊！呢啲佢冇真实功德，完全培养起嚟嘅都系欺诈，啊，心都已经坏咗啦。啊，包处险心就更加坏，心里边藏有嗰啲都系阴毒，啊，阴险，啊，所以心啊，应该养一种静心、静气，啊，样样事情啊都要懂得啊，堂堂正正。一切呀、啊、清清白白。咁做人先做得快乐。唔至于呀、啊、呢、这个做呢啲事情呀、啊、晚黑做恶梦呀、啊、阴险狡诈嘅人晚黑呀、啊、佢瞓觉都唔安乐。点解呢？因为佢个心呀係恶呀，所以佢做嗰啲都係恶梦。所以点可能得到人生幸福呢？好，咁我哋今日时间到啦，我哋暂时讲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多谢大家。